今次的紫薇花呢，哇，开满晒整个公园，南宁苑前。今晚美薇呢又在这雨中赏花了。看看啲花瓣呢，成地都是啊，真系好浪漫。哇！呢一棵浅紫呢，好靓啊，浅紫色。睇到啲紫薇花，花瓣啊，成地都系，睇到啲石山都系啊。哇，好中意嗰棵粉红色，有啲背光。哇，呢一棵咧，呢一棵咧好粉色嘅，好似冇咩叶啦，开得好靓啊，睇睇。哇，听到啲鸟语花香。啊，这个莲叶呢都好靓啊，细细块，睇下，用一个圆形的器皿装住啦。啊，呢度有四个，即系嗰啲莲叶啦，四个杆装住。系南宁县设嘅石馆啦。这些石呢，很多种形状啊，来大家欣赏一下。这个石凳呢，即是不同的形状的。哇，这个石山咁啊。山石有余韵。